天公不开眼啊，令我好伤心啊！呢一个咁嘅汉奸啊，竟然啦喺澳洲啊，南澳啊，好在南澳啊，唔系维省啊，竟然攞到啊就系澳洲嘅律师资格啊！咁啊，佢身上系有香港国安处发出嘅通缉令噶。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澳洲仍然呢批准他拿到律师资格，只可以说有些法律界人士啊，政治人士完全呢是没有将法律呢当作一回事。